回眸经典，品味戏剧之美，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经典回眸。又是一年春风送暖，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的经典回眸节目将会一如既往为您带来经典好看的电视戏曲节目，同时我们也真诚期待您的关注。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粤剧、沪剧、滑稽等各大剧种的一系列电视大奖赛的精彩内容串编集锦，希望能在这个崭新的春天里为您带来美好的艺术享受。
今早来上啊，把弟弟送要相顾办公，替女儿等当最好。娘娘，女儿，你家的嫂子家在人家之中，见了杜天大人，撇苏开家，也就成长了。谢弟弟，对吧？
去了。哎呀，想不得，想不得，阿弥陀佛。
不是无罪，我讲生气呀、啊。你要找无罪吗？是啊，把老你请他一声。请上来。无罪来了。请客无罪。Oh
一封情书。我是个女儿家，你却叫我看上情书，这叫我是我杀的可以啊。这样姑娘知无主张，不是也罢。你这话说的好奇怪，你这口信到底是送给哪个人？我的口信是送给姑娘可好？这样美，这样让人怜爱的好姑娘啊！这姑娘一年牛毛真动人，她一泪尽是情无心，是我家。
我无穷啊。小姐呀，本心怀中初几年，怎么你多情为侣，怎能自碰我从此日千丝爱侣，将成绩很郁闷，我是黑爱相逢，此情我一片爱日子，马上的跑进腹中，我为你头儿哭了多少，我为你在修下一座石洞，老母愿盼而不归，童儿迷之浮影中，疏有光阴我必有你。今日听了我几教哟，谁知小姐冒风外，我满腔欢喜已落空，我终老三中三人已父母，谁想到爱他夫人命我把莲花送，今日我要进不了中堂表示你愿心
在月下当初请你唱愿小家境观花灯夫妻上上多观唱那金虫欲将我们追回风这相夫终于
东山，从不一人在心里藏。为什么啊？为什么回眸经典，品味戏剧之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